我要跳杀了！哇，帅！好吧，我们飞回去就好了，看看风景就好了。我们解这个好了，等一下顺便回家，好吧？等一下我们解完这个，我们就用袋鼠装再跳下来飞回家，这样。好啦，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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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各位又解开一段迷雾啦。这里有画，先试一下。哎、欸，五代可以找朋友合购，有那种什么三人包啊，还是几人包的？地图超大，五代好像听说更大，这应该跳得过去吧？哦，有了有了，助跑一下就可以了，助跑一下就可以了，踢掉踢掉，来，截取，咚，几乎每代都赢哦，但是做得好的话没差啦，对不对？不要说差太多就好。OK， 卡瑞聚会所，对，危险终止，有鳄鱼了。追寻者卡里纳奇，直接飞下去好了，好不好？我用我的那个袋鼠衣，来，直接来个空中垂降。哇，来不及了，呵呵，good thing，直接把那个杀掉，又空大了，每次都来不及。OK OK。对，他们玩中文版，对，我有看到，对、好啦，再飞一下。各位，我觉得这个游戏哦，最棒的地方就是在海里面了。然后我们上次跑到这一个地方，国王大桥这边，哇，守备森严啊。呜，他会摔死。你看，超帅吧？高三十上周，好吧，这个可能需要解哦。用这张稀有的皮可以做强力的升级。我们刚好说到，就是它这个有一些东西哦，是需要这种十上周才解得到的毛皮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回来解这个吧，好吧？我们直接飞回旁边，就在旁边啦、啊，在100多公尺处。我会想开那台飞机去了，你看他们也都哦，糟糕了，我杀杀！行侠仗义啊，这什么皮？好时尚。OK， 云豹皮啊！啊，有敌人，有敌人。Somebody, somebody。咻！咻 ！I see you。砍他两三刀。OK， 进来了，各位，看看时尚周是要。Studying rational garment design at the top prison academy. A garment must be useful
before it's elegant. Form must follow function. 抬手。Arms up. Hands up. 他有那种艺术家的气息啊！啊，他现在是帮我们量了。I will send you to gather exotic materials. OK， 所以我们要去收集材料。啊、各位又是要打猎了。Horns, skins, feathers. 我们要毛、皮革、羽毛。OK， 要我们收集什么、啊？所以我要去这边，你看用这个直接从山上飞下来多方便。降落伞无限的感觉。OK， 到了。这里也有使用炸药获得黑水龙皮稀有的魔鬼鱼，可以制作衣服。哇！OK， 到达猎捕的地方，然后穿上装备，好酷哦！黑水龙哎、欸，哎、欸，很近哎、欸、啊，它就在上面而已啊，那我用船也没有用，我们先上去好。OK， 这里使用狩猎注射器来探测最近的动物，我好像看到了，各位你们有看到吗？在那里，来吧，炸药，各位，好大一条哦 ，Fire！啊，没死啊！丢得不够准心，稀有动物必须杀。糟糕，又有那个玩家来了。OK， 哇，好大只，好大只！谢谢追随，谢谢。到底在哪里啊？完全看不到。我在那边哦，躲在那边啊。差一点点，中了中了，原来是躲在那里哦，军火库呢？哇，是军火库啊！哇，可惜了可惜了，算了，还是用射的比较快。他来他来他来了，中了吧？哦呦，越游越快了。中了，各位中了，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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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在这里，在那边在那边。哦，龙王皮，糟糕了，糟糕了，有那个鱼在偷吃我。快跑快跑快跑！成功了成功了，高山时尚周，高山时尚周。那我们现在呢？我看我们再来解解看还有什么？好吧，欸、这边有个问号哎、欸，亚龙的牙齿，好吧，顺便进来看一下。亚龙，里面这么多鱼哦！没有哎、欸，双粪皮，还是就是杀这些就会有啦。就是狩猎人物，剥皮看会不会有恶魔鱼皮，恶魔鱼皮，上来呼吸一下，上来呼吸一下。恶魔鱼皮，恶魔鱼皮，它这个可以发掘的地方真的很多，好玩啊，好玩，好玩。因为这个朗基努斯这个任务也是要解一解，拯救人质，这个解一解好了，接近人质 ，Go。这是我们的要塞哦，太棒了！雷到打过，接近人，哎、欸、可以做了哎、欸，可以的哎、欸。恶魔鱼皮，但是不是这个哦，战力带可以的。接下来是幽灵熊皮，也是高山时尚周，所以我们都要等有那个周期再去打这样子。
那边有大只的那个鱼呢，就是他们养的那个呢。这里有两个人质，但是我要小心的过去哦。啊，让榴弹飞飞啊！可是我怕会敌人先死掉。我们上次不是解过一次吗？结果也试了两三次才过关哦。不要再空大了。OK。丢肉好了。啊，动物没有。不要空大。三代没玩过。那个人来了。OK， 最后一个了。啊，帅，最喜欢这样子的。OK 了，全部杀光光。哎，还有，哦，是鱼啊，这个也是一般魔鬼鱼而已。我刚以为这个是我们的那一种嘞，结果不是。哦，那边还有一个啦，那边，各位，我要跳杀了。哇，帅 ！OK， 解完。那我们把那些皮哦弄一弄。好，那我现在这边解完了，对不对？刚好解了拯救人质，那我们再来解这个朗基鲁斯的部分。买散弹不用瞄。啊，有，这里有人了，我们买一下散弹哦，来买散弹。哇 ，M700， 你们说的 M700。好，买这只好了，再解四座就可以免费了，我40000多没关系。好吧，我们把步枪换掉好了，好吧，反式瞄准镜，买最贵的应该就对了。然后弹夹呢，加大，哇，感觉变强了。涂装，哦哟，好帅哦，80000的啦。开瑞。杀死。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那弓还有没有，弓啊，弓也有呢。弓居然有瞄准镜哦！哎，这个我真的都不知道。哇，涂装，哦，花岗岩比较漂亮，好花钱哦。故事蛮长的哦，因为它可以玩的部分真的大烧钱。M700，哇，以后杀人无形了，高倍镜，赞，就只能一种就对了。OK， 弹夹加大，哇。钱瞬间少了300000，涂装，哦，红色好帅，粉红的耶，红色好了，20000块，哇哦，哇塞，好了，这样应该够了吧？哎，我还有一把枪没有用到，对不对？榴弹炮好像还没用到，榴弹炮，商人赚翻了，哇，他只能这个而已哦，好，只能选一种啊。那我还是瞄准镜好了，我们弹夹没关系啊，我们选瞄准镜好了，这样就好了，满了不能够再用了。他说真的是太棒了，来解。AJ, if any man has 他又要开始废话了，这个。Let him hear. Revelation. 谢谢。这有剧情，有啊，看你要就是单纯跑支线也可以，跑剧情也可以。All mankind will fear. They will proclaim the works of God. 不过他好多据点哦，对不对？看。As for you, there's another lost sheep to track down. Locate him, follow him, and bring back what you find. 等人的拜。